妙法莲华经品诵三十三首，并序。花簇簇，锦团团，一尘不立，赤条条，净裸裸，万法齐彰，净瞿昙四十九年老婆舌头，提多不来，平祖列千七百个身铁扫帚，打病不去，除非摸着自己鼻梁，方能踢到从来喝酒。荆棘林内，冠解吊臂横行，洁白地中，不妨转身直过，唯我天台智者，禅师发妙悟于大苏，睹灵山于岩下，纵一炫陀罗尼利，宣四不思议辩才，究全十之幽归，产本纪之深智，密斜线反斜线亦无众，顶门打破独楼寒，文具四世，遍体真流毛孔血，戳瞎蒋家肉眼，朔开禅室幽观师贤正而非走巨逃，独古窝而远近皆丧，特以原因卓绝，顿时如芒，一海汪洋，夜舟欲绝，山僧不习眉毛，每品未拈一诵，大寺注节未阅，平地众天隔腾，不会则拔些抽钉，会的则丧身失命，法欲为名。诵曰：心佛众生拨不开，三密斜线反斜线，三要事难猜，一经念作全身用，惹得头陀笑满腮，实相未体。诵曰：涵盖乾坤未足奇，四维缘不隔根之，分明举四诸方也，又道如来之自知，一成因果未宗。诵曰：众流劫断事如何，滴滴归元不较多，踏遍十方香水海，削头几处泛清波，断疑生性未用。诵曰：逐浪随波最可怜，名中有暗一篇，密斜线反斜线，皮兰吹散云千朵，放出孤轮一夜圆，无上提无畏交相。诵曰：分明一样牛声味，转变翻翻不借功，宝石会虚皮利剑，莫叫伤却小儿童。续品第一。诵曰：白毫书照半提时，万八东方蜡一泥，你向文书变端地，重灾眼上两金眉，且道作魔身是全题，多逢人切记错举，方便品。第二。诵曰：平生出枯微风别，向兔伯来同见血，谁知昔日金刚王，今日翻成戏驴绝。譬喻品。第三。诵曰：门外何劳密大车，错将三界任为家，火光烧烂虚空也，谁解回头叫阿爷。性解品。第四。诵曰：客座从来非见人，粪除未尽自迷津，
却连五十余年别。此日相逢绝背亲，药草玉品。第五，宋曰：的雨何曾有二心？根茎花果蔓森森，似为终始缘无别。莫向枝条大小寻，受祭品。第六，宋曰：体露金风树叶凋，似人生死酒同调。雨门无数金陵月，莫向晨波月影俏，化成玉品。第七，宋曰：臣点节前曾服毒，至今犹觉身麻木。弹指归来教室迟，痴人还问西天竺。西天竺，化成宝锁谁家屋？错认他方五百寻，穷年尽岁空劳碌。且问纸巾在什么处？多看脚下，错错。五百弟子受祭品。第八，宋曰：成群作对练饥寒，衣里明珠煞欲穿。可惜而今醉卧客，再逢亲友是何年？受学无学人祭品。第九，宋曰：大小都如一网收，虾马犹欲窜前流。饶他盘结苍冥窟，依旧还吞吕望钩。法师品。第十，宋曰：大地从来依水轮，高原穿凿莫辞心。这一坐卧寻常事，还道如来是别人。见宝塔品。第十一，宋曰：古佛婆心事太多，土田三遍亦如何？虽然明的身前具，不免众天浪上波。提婆达多品。第十二，宋曰：岁生本骨结成仇，不是怨家不聚头。一粒宝珠光灿烂，南方又起未来愁。持品。第十三，宋曰：此土他方波浪阔，常年驼首精神别。巨鳌一搭上钩来，傍岸游连风力彻。安乐行品。第十四，宋曰：护命灵丹只一丸，身经百战朔风寒。明珠解其轻收得，幻往光中梦未残。纸巾还有做梦者魔，可怜大唐国里静心心地，从地涌出品。第十五，宋曰：惯作白烟难认觅，一般手段两般刀。莫嫌子老父偏少，马腹驴胎知己遭。如来受量品。第十六，宋曰：莫言各事无头尾，特地劳他数杀尘。好药但叫诸子服，并出使渡劫前春，分别功德品。第十七，宋曰：太空障尺谁堪测，蓬图依稀九万尘。昨夜眉毛偶积极，误将华藏主迎当，随系功德品。第十八，宋曰：摩尼与宝证攘攘，
半世积虚此夜望，莫怪城边多旅梦，几人曾嗅返魂香。法师功德品第十九。颂曰：吾为真人六不收，放光动的转身愁，离为与莫闲家具，何处朝生非海流，常不清菩萨品第二十。颂曰：恶水浇人罪不轻，顿教平地死尸横毒非未入阿鼻者，今日犹开鬼眼睛，如来神力品第二十一。颂曰：先天皆得欲何谓，各事缘无成与亏，任取只因病舌相，莫将黄叶诱婴儿。主类品第二十二。颂曰：年老情偏恋子孙，几人能得起家门，殷勤寄取灵山事，漏骨铭记报此恩，药王菩萨本食品第二十三。颂曰：然生然必失终罪，妙法何尝何苦功，叹其东施泪西子，因噎废泛还尘风，林立汉莫匆匆，今王收入无逢塔，万别千刹一路通，妙音菩萨品第二十四。颂曰：十界红经赞妙音，色身普现去来经，为山舞自身身意，留与诸方作眼针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。颂曰：自从证得圆通常，贯将身佛同差距，要诸身独天故，与月会须先拔苦，深深指教观世音，何时时却主中主，要时主翁也不难，路头近处须回舞，一般斗入无未成，不消更问云门普陀罗尼品第二十六。颂曰：烟雨蒙蒙渡古村，夜深雾隐似人行，天师一道临浮道，弹指扶桑以育民，妙庄严王本食品第二十七。颂曰：或出司门时可哀，破家亡国未称血，一回追忆山中日，溃沙从前满面灰，普贤菩萨劝发品第二十八。颂曰：昨夜雷惊梭羯罗，顿令雨点如车轴，须臾竟没犯王宫，树低空老手罗木，四法众夫万古传，沉沉沙沙灯相续，妙法莲华经台宗会议一，妙法莲华经台宗会议卷一之一有序，序品第一。妙法莲华经台宗会议卷一之二，妙法莲华经台宗会议卷一之三，方便品第二。妙法莲华经台宗会议卷一之四，妙法莲华经台宗会议卷一之一有序，古无后学偶义志叙述。或问偶义子曰：吾闻讲法华者，莫善于台宗，是故智者大师妙悟之后，
以不思议四无碍变。宣玄一文具二书，张安尊者继位各二十卷，不亦阿难解集。待今昔尊者，又以是转译玄义，文具即转译文具，于是教官大名，称为中心列祖，依之修正，得道如林。虽有圣人复起，不能复坠一词矣。囊曾见子伦冠拔云，譬如崔颢黄鹤楼诗，足使李白隔壁，与亦复因此语。今乃无故复试管臣，何哉？偶一子曰：一，此语万不得已之苦心也。方与欲温灵树轮冠也，盖欲佑天下之学人，无不究心于三大部也。今屈指十余年矣，舌闭耳聋，曾不能劝得两人三人正式教官，则以好烦而心望洋之叹。倘不稍事节略，则玄妙月诸元遁法，甘使其中至高阁乎？曰：若是，则但节录文具及文具记，例如妙玄节要可耳，何以更苛？译文窜入己意，执名为会意耶？曰：是由不得已也。古者经书各行，故书于经义之奥者，则发挥不厌声响；而于经文之显者，则分科点释而已。后人强欲以书合经，遂使经文句斗割裂，经欲随文演绎，而人不伤经文血脉，科安得不稍更乎？智者大师辩才敷衍。张安于大师事迹之后，方笑阿难解集，虽全合大师之意，未必一向皆是大师之文，故比例古朴，不是雕巧，唯九独方之奇妙，初心之事，对卷茫然。文安得不稍一乎？今昔尊者，精精百炼，文艺俱深，然亦唯有六朝风气，稍服时机，至其阐谢大师言外之旨，并非寻情述墨者之所能知，不羁亦未窜入己意乎？夫法华经藏，深故悠远，智者大师能弃其源，岂复尽宣其位？张安尊者能记其盖，岂复尽录其详？及今昔尊者能阐其要，亦岂复尽悉其曲折哉？兹以凡于千虑易得，用斗时宜，安得未备古之机，而不竭寸名，用复窃取其意之科也耶？然则知我者，其为会意；罪我者，其为会意也矣。己丑仲冬五日下笔故序，将是此经大文为二，出题目二入文。题目有二：出经题，二品题。经题具如玄义事，略如妙玄节要，兹不复说。经先是品题，
然后入文。品题共28，今先是序品，与品道文方式。序品第一，序者，训详序，谓皆谓宾主问答悉详序也。又赐游数三义，如是等五事关于经首，四序也。放光六锐，启发之端，游序也。问答事宜，正说弄矣，叙述也。据此三义，故称为序。品者，泛云拔渠，此番未品，亦类同者，聚在一段，故名品也。或佛自唱品，如泛往心地，或结集所至，如大论所述大品般若，本为三品，一序，二模式，三柱类，或一人天足，如罗什一摩诃般若成90品。今要往本事，是佛唱妙音观音等，是结集家。梵文中诸品先足，并非一人所添，诸品之始，故言第一。入文为三，初通序记本两门，二别说记本两门，三流通记本两门，是此为四。一因缘，二约教，三本纪，四观心，始从如是，终于而去，皆以四义消文，而今略书，或三二一，贵在得一耳。所以用四事者，广则令智退，略则意不周。我今处中说，令意亦明了。因缘亦明感应，众生无机，虽近不见，慈善根利，远而自通，感应道交，故用因缘事也。夫众生求脱，此机众矣，圣人其应，应亦众矣，此意更广，处中在何？然待经语，慈善根利，有无量门，略则神通，神通即是应之以明，对感即明感应，摄应虽重，不过于此，求脱虽多，俱出于感，故感应二字，处中明矣。夫十方机感，况若虚空，教法迷广，何名处中？今论娑婆国土，因生佛事，则甘露门开，依身教事，并以经口为本，不少不多，终说明矣。夫应机设教，教有全实浅深不同，将本忘记，积多交易，其计必广，何名处中？今至止存月，往计寻本，积多虽广，论本为一，处中明矣。夫寻计既广，徒自疲劳，寻本本高，高不可及，如数他宝，自无半钱。但观己心之高广，叩无穷之甚应，
积沉质感，逮得几力，故用观心视野，正因缘者，方便品云：十方诸佛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。正曰教者，方便品云：以种种法门宣示于佛道。待经云：粗言及软语，皆归第一义。正本记者，受量品云：今天人阿修罗，皆为我少出家，去家耶城不远，得三菩提。然我时成佛以来，无量无边阿僧只劫，以思方便导利众生。五百受记品云：内密菩萨行，外现世声闻，十字净佛土，世众有三毒，又现邪见相，我弟子如是，方便度众生。此则师弟皆明本迹。正观心者，譬喻品云：若人信汝所说，即未见我，亦见于汝，即比丘僧，并诸菩萨，当知随有所闻，地心观察，于信心中，得见三宝。闻说是法宝，见我是佛宝，见汝等是僧宝也。今且约三段是因缘相，众生久远蒙佛善巧，另种佛道因缘，中间相值，更以一方便注显第一义而成熟之。今日与华动地，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，复次久远未重，过去未熟，近世未脱的永等事也。复次中间未重，四位未熟，往尘未脱，今之开示悟入者是也。复次今世未重，次世未熟，后世未脱，未来的度者是也。取义而说，其间节节作三世九世未重未熟未脱，以如是等因缘，故有续分也。众见稀有锐，愚愚轻可，欲闻具足道，佛成机设化，开示悟入佛之之见，故有正说分也。非但当时获大利益，后五百岁远瞻妙道，故有流通分也。次约三段是约教相，此序非为人天亲身作序，非为二圣小道作序，不为即空通三作序，不为独菩萨法作序，乃为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佛道作序耳。此证不止世间未证，不止荧光昔智未证，不只灯具体法智未证，不止心月道种智未证，乃指日光一切种智未证也。此流通非为羊夜牧牛牧马而作流通，非流通半字，非流通共字，非流通别字，纯是流通圆满修多罗满字法也。次约三段是本记者，久远行菩萨道时，宣扬先佛法华经。
亦有三分上中下雨，亦有本纪，但佛佛相望，是则无穷。今别取释迦最初成佛时所说法华三分上中下语，专名为上，名之为本。何以故？最初成佛，初说法故，中间行化，住大通至圣燃灯等佛，宣扬法华三分者，但名为中，但名为纪。何以故？前有上故，前有本故。今日王成所说三分，但名为下，但名为纪，乃至未来永有所说三分，亦指最初为上为本。譬如大树，虽有千枝万叶，论其根本，同宗一根，不得传传相止也。次曰三段是观心相者，当曰己心。论戒定慧为三分，修行则戒初、定中、慧后。若法门则慧为本，定戒为纪，又戒定慧，各个作三分。戒三分者，出前方便，中白结膜，后洁净。定三分者，出二十五缘，中正观，后立缘，右善入出住。未定三分，会三分者，空虚、中正、假未流通，以约三分是四种相，当用此意，始从如是，中气作理而去，西作四意消闻，行者善思量之。盖若无出因缘事，则上不书外迹。然因缘与通，通于一化，须知今乃大事四息，非于感应，开显四息，一道无外，久远四息，诸经所无，观心四息，一观便收，以此四息，通于始末。约教等三，亦须变数。若无次约教事，不变偏小，故以四八减开背等，望习教故。经方真实，一切能全，无复一称，故须明之，以彰妙典。若无三本记事，谁知迥出？亦其教中所谈生土，中间今日，无非记师，至彼大通，犹如信素，先于密教，复迷寄身，至此方区，守诸上昧。若无四观心事，将何以便能全教功？将何以为九成行本？故依依据入心成观，观与经合，非属他法，方知只观一部，是法华三昧之全地，总思四义，方可略显一部指归。当知二三上略，亦何能逮？故依依据的思四义，则使句句显义诸教。甲初通序记本两门二，初闻法实处。
二文持之半。一初闻法实处，如是我闻。一时佛住王舍城其舍觉山中，如是者，具所闻之法体。我闻者，能持之人也。一时者，闻持何何非一时也？佛者，时从佛闻也。王城其山，闻持之所也。并下与大比丘等是闻持之伴，故云五世观经首也。临因缘是如是者，三世佛经出，皆安如是。诸佛道同，不与是证。世界悉谈也。大论云：举十方令人生信者，为人悉谈也。又对破外道阿欧二字不如不是，对治悉谈也。阿无欧又，一切外经以二字为首，以其所记，此二为本，不内所明，不出所记。又如是者，信顺之词，信则所闻之理会，顺则师资之道成，即第一义悉谈也。曰教士者，诸经不同，如是意义，不应一持开于众故。又佛阿难，二闻不亦未如，能全权所权为是。今阿难传佛何等闻，权何等事，不可以见闻传顿事，以偏闻权原事，传权若有，则闻不如，闻不如，则理不是，此亦难明，须加详审。若云佛名俗有文字，真无文字，阿难传佛俗地文字，与佛说不异，故名如。因此俗闻会真地理，故名为是。此则三藏经出名如是也。若云佛名即色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空空色，无二无别，空色不异未如，即是而真为是。阿难传佛闻不异未如，能全即所全为是，此则通教经出名如是也。若云佛名生死是有边，涅槃是无边，出生死有边，入涅槃无边，出涅槃无边，入于中道。阿难传此出有入无，出无入中，与佛说不异，未如。从浅至深，无非曰是，此则别教经出如是也。若云佛名生死即涅槃，亦即中道，况复涅槃，名非中道，真如法界，实性实际，遍一切处，无非佛法。阿难传此，与佛说不异，故名为如。如如不动，故名为是。是则缘经出如是也。曰本既是如是者，三世十方横竖皆耳，过去远远，现在慢慢，
未来永永，皆悉如是。何处是本？何处是迹？且曰世尊最初成道，今出如是者，本也。中见作佛说经，今日所说经出如是者，皆迹也。又阿难所传如是者，迹也。佛所说如是者，本也。又师弟通达如是，非始今日亦非中间者，本也。而中间而今日者，迹也。观心事者，观前悉谈教记等诸如是意，悉是因缘生法，缘生即空，即通观也。因缘即空即假者，别观也。二观为方便道，得入中道第一义。双照二谛者，一通一别观也。上来悉是中道者，非通非别观也。文语：若人信汝所说，即得见我，亦见于汝及比丘僧并诸菩萨，乃观行之名闻也。信则论机，见则是应，即因缘也。又信有浅深，见有全实，种种分别不同，即曰教也。又信法华之文，则见实相之本，若见生子之化，则见龙陀之本。真谛云：须菩提是东方青龙陀佛。有引大宝积云：舍利弗成佛，号金龙陀。未减。若见十乘世尊，亦见九乘仙佛。若见千二百比丘八万菩萨者，亦见其本也。又闻金星。
性无疑，觉此性心明净，即是见佛，慧数分明，是见身子，诸数分明，是众比丘，慈悲心净，是见诸菩萨，四番是如是境，临因缘是我闻者，或云闻如是，盖经本不同，前后互举耳。大论云：耳根不坏，身在可闻处，作心欲闻，众缘和合，故言我闻。问：应言耳闻，那云我闻？答：我是耳主，具我摄众缘，此世界是也。阿难登坐称我闻，大众皆悲号，是见如来，今称我闻。又闻书结集，先唱题，四称如是我闻，十众悲号，二并生念目善，此为人是也。阿难身与佛相似，短佛仅三指，一指二寸，众一世尊众出，或他方佛来，或阿难成佛，今唱我闻，三疑皆浅，此对治是也。阿难学人，虽俗称我闻，第一义中，无我无闻。古来众事，同是因缘一义耳。于因缘中，前三上自不周，况第一义？况曰教等三耶？四曰教者，是论明凡夫三种称我，为我见、我慢，即是留不明自我。学人无我见，但二种；无学并无我慢，但一种。今阿难闻法时，是学人无我见，能服我慢，但随是名字称我无咎，此用三藏亦是我也。十住毗婆沙于四句称我，皆堕邪见。佛正法中，无我谁闻？此用通教义也。待经云：阿难多闻是，知我无我而不二，双分别我无我，此用别教义也。不二是登地，双照是地前。又阿难知我无我而不二，方便为是者，传持如来无碍智慧，以自在音声传权传实，有何不可？此用原教是我也。又正法念经名三阿难，阿难陀，此云欢喜，持小乘藏。阿难跋陀，此云欢喜贤，受持杂藏。阿难梭迦，此云欢喜海，持佛藏。阿含经有典藏，阿难持菩萨藏。盖指一人具四德，传持四法门，其意自显三本记者，若未会入，可言阿难随是名我。若发记显本，空王佛所同时发心，方便是未传法之人，何所不能？四观心者，观因缘所生法，即空即假即中。
即空者，我无我也；即假者，分别我与无我也；即中者，真妙我也。四番是我境，四是闻者。阿难佛得道业身，是佛仅二十余年，未是佛时，应是不闻。大论云：阿难即法时，自云：佛初转法轮，我尔时不见，如是辗转闻，当知不惜闻也。辗转从他，自他别故，闻不闻意。未闻者乐欲，以得闻者生喜，即是戒心也。就戒云：阿难得佛觉三昧力，自能闻，即为人稀。报恩经云：阿难求四愿，所谓闻经，愿佛众说。又云：佛口密未说也。胎经云：佛从经观出金币，众为阿难现入胎之相，诸经皆闻，况于处说耶？即对至心。此经云：阿难得记，即一本愿，持先佛法，皆如今也。即第一一心，若曰教者，欢喜阿难，面如镜满月，眼若青莲华，清晨佛指，如仰丸器，船以化人，如泻一瓶，此传闻闻法也。欢喜贤，助学弟，得控无相愿，眼耳鼻舌诸根不漏，传持闻不闻法也。点。
藏阿难，多所含首，如大云池矣。此传持不闻闻法也。阿难海是多闻事，自然能解了时常与无常。若知如来常不说法，是名菩萨具足多闻。佛法大海水，流入阿难心，此传持不闻不闻法也。今经是海阿难，持不闻不闻之妙法三本记者，如上四文，皆记矣。而本地不可思议，以本持高难量故，本理深难思故，本计划莫测故。四观心事者，观因缘法，是观闻闻，观空，是观闻不闻，观假，是观不闻闻，观中，是观不闻不闻。云云，一念观者，妙观也。云云，四番是我闻境。灵因缘是一时者，赵师云，法王起运加会之时，此世界息也。论云，迦罗是时时，是内弟子时时时者一者，为人也。三摩耶是假时，破外道邪见者，对治也。若时与道合者，第一义也。曰教者，若见义以上，无学以下，名下一时。若三人同入第一义，名中一时。若登得以上，名上一时。若出住以上，名上上一时。今经是上上一时也。本记者，浅诸一时，记也。久远时得之一时，本也。观心者，观心先空次假后中，次第观心也。观心即空即假即中，圆妙观心也。此之粗妙，各有观与境合，名为一时。相即观者，乃精精观也。四番是一时境，灵因缘是佛者，结出无病，结尽多病，长寿时乐，短寿时苦，冬天夏富而寿，西天下多珠宝多牛羊，北天下无我所无成数，如此十处，不敢佛出。八万岁时，乃至百岁时，南天下未见果而修因，故佛出其地，此世界是也。日若不出，池中未深深以等华，亦死无疑。佛若出世，则有沙利婆罗门居士，四天王乃至有顶，此就为人是也。三圣根性，感佛出世，于不能感，善断有顶种，永度生死流，此就对治说也。佛于法性，无动无出，能令众生感见动出，而于如来时无动出，此就第一义说也。四曰教者，佛名觉者知者，于道场树下，三十四心断正使习气，
知觉世间出世间总相别相，觉世即苦集，觉出世即道灭，亦能觉他。身长丈六，寿八十，老比丘相，即三藏佛自觉觉他，代比丘相，现尊特身，一念相应，断于残习者，即通佛自觉觉他，单现尊特相，坐莲华台，受佛指者，即别佛自觉觉他，引前三相，为是不可思议如虚空相，即缘佛自觉觉他，故相法觉于经云，或见如来，丈六之身，藏或见小身大身，通或见坐莲华台，为千百亿世家说心地法门，别或见身同虚空，便于法界，无有分别。缘即此意也。科注云：金经正章开显，开前三教果头之佛，即是原教法身之佛，故三十二相，相相无边，即是尊特，亦即法身。所以龙女赞云：微妙净法身，具相三十二。三本记者，一佛为本，三佛为记，此记本中体用，中间视线，数数唱声唱业，皆是记也。为本第四佛，皆是本也。记中体用具记，本中体用具本。四观心事者，观因缘所生心，先空次假后中，皆变觉也。观心即空即假即中，是缘觉也。觉之是智，应以六即判之。若以此望前三世，则净智，即因缘佛也。藏等四观，即四教佛也。中望空假，即本即佛也。己心即是，即观心佛也。四番是佛境，临因缘是住者，能住住所住，所住即忍土王城，能住即四威一住是未灭，此世界也。又住者住十善道，住四禅中，此为人也。又住者住三三昧，即对治也。又住者住守楞严，即第一义也。四曰教者，三藏佛从西门发真无漏，住有余无余涅槃。通佛从体门发真无漏，住有余无余涅槃。别佛从次第门入，住密密藏。缘佛从不次第门入，住密密藏。前三佛住，能所皆粗；后一佛住，能所皆妙。金经是缘佛住于妙住也。三本记者，三藏佛应涅槃，慈悲垂记，深深注视。通佛誓愿慈悲福于习，度众生作佛事。别缘佛
皆慈悲熏法性，悯众生故，垂应法界，当知四佛，助本佛助，以慈悲故，助于忍土往尘，威仪住世，是名记住。四观心者，观住于境，或住无常境，即空，即假，即中等境，以无住法住于境中，故名为住。无住之言，通于四交，粗智未住于理实无。若在园中，便成绝呆。四番是住境，临因缘是王舍成其舍绝山。具如文具，部录曰：教者，向法觉于经云，一切大众所见不同，或见梭罗林地，悉是土沙草木石壁，或见七宝清净庄严，或见此林是三世诸佛所游行处，或见此林即是不可思议诸佛境界真实法体，立知此意，四见不同，所住既然，能住一耳。本记者，本住王三昧三德之臣，寄居忍土王城。本住三德大涅盘山，寄居灵鹫。又本记各有灵鹫，受量品鱼，常在灵鹫山本也。观心者，王即心王，舍即五阴。心王造此舍，若悉五阴舍空，空未涅盘成，此观既浅，如见土木。若体五阴舍即空，空未涅盘成，即通教也。若观五阴舍，因灭世色，获得常色，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此之四德，常为诸佛之所游处，即别教也。若观五阴及法性，法性无色受想行识，一切众生即是涅槃，不可复灭，毕竟空即舍，如是涅槃，即是真如实体，乃愿观也。又色因无知，如山；识因如林；受想行三因如鹫。观此灵鹫山无常，即悉观也。观此灵鹫山即空，体空观也。观灵即智性，乐因智慧庄严，就即聚集原因福德庄严，山即法性，正因不动，三法明密密藏，自住其中，亦用度人，即别圆二观也。云云中者，佛好中道，身中天，终日降中国，终夜灭，皆表中道，今处山中，说中道也，常好中道，富裕也。身中天，终日降，为人也，终夜灭，对治也，说中道第一义也。诸教皆有中道，但分有体无体之殊。本记者，
观远理，本中也，是名断肠，即中也。经经是开显之中，若曰观者，即空即中，具二中也。初闻法时处境，以二闻持之半二，初列众，二总结众集，丙初列众三，初声闻众，二菩萨众，三杂众，诸经多耳，就云有事有意，是者诸行既清，声闻行出俗往，寂静如来，正经未清，故前列天人行乖服役，既非侍奉，正经未书，故后列菩萨行不简洁，既无定处，既不同俗，复异于僧，故居中。译者，声闻心涅槃，天人者生死各有所偏，菩萨不心不着，居中求宗，故在两间，是论意义耳。此一解四两事，是解四因缘，一解四约教，是四因缘，须具四悉，亦四约教，复须论八，是即深也。故云亲疏，亦即地理，故云涅槃等，行拂亦故，即世界，轻者生善，疏者破恶，不轻不疏，即第一义，余有一中，即曰三谛，以谛对教，则四可识，余藏等四，辩见等四，其义可知。又两二圣并心涅槃，即四菩萨，并不心不着，故皆居中，为一时理，兼能利人，故居中求宗，超彼凡圣。若已入中位菩萨，即指别教地上，原教始终。本纪解者，声闻内壁外现，何尝保证涅槃？天人皆大萨埵，岂复担染生死？皆是寂隐二边，而本常中道也。观心事者，从假入空观，即偏破生死；从空入假观，即偏破涅槃。中道正观，无复前后，亦应更曰因缘明观。诸教开显，即本纪观。丁初声闻众二，初比丘众，二比丘尼众。戊初又二，初多之事，二少之事。己初又三，初具类名数，二名未看得，三列名总结。庚金初，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，与大比丘众是举其器类万二千人，是名其大数也。与者共义，是论以七一解共，为一时一处，世界一界，为人一心一见，对治
一道，亦解脱也。第一义，若立教应各名七一，三藏一七一，同感佛时，同入愿处，同别脱解，同一切智心，同无漏正见，同三十七道，同有余涅盘，通教二七一，分立顿悟，立间缘别，应云三七，且通总说，同为一立，别教无量七一，自行化他，横竖皆四门，门门四悉，入者不同。原教一七一，发心毕竟二不别故，若未发迹，正是三藏通教中七一。若至开三显一，即得入原教七一也。大者，梵语摩诃，此言大，一言多，一言甚，气量尊重，为天王等大人所敬，故言大，身出九十五种外道之上，故言甚，遍知内外经书，故言多，又数至一万二千，故言多，经名有大道故，有待用故，有大知故，故言大，甚者，道甚，用甚，知甚，故言甚，多者，道多，用多，知多，故言多，道即信念处，大于一切智外道，用即共念处，甚于神通外道，知即缘念处，多于四维陀外道也。大即世界，多即为人对治，甚即第一义，曰教是大多圣者，大人所敬等，是三藏中士耳。大者，大力罗汉所敬也；多者，便知生灭及无生灭法也；甚者，甚三藏四门也，此通教士也。又大者，体法大力罗汉所敬也；多者，恒沙佛法皆知也；甚者，甚二圣人，此别教士也。又大者，诸大菩萨所敬也；多者，法界不可量法悉知也；甚者，甚诸菩萨也。